自己摆好不好？啊？我们这就这种吗？一样一般。那就给我够了。这一起啊，一般都够了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羊看了，羊看了，兄弟们，羊看了。再接下去。今天也一百了。我情报员还没当过瘾呢，就阳康了，阳康了，已经阳康了。我身体恢复的快嘛，恢复的快。我白费50%都恢复90%了，病变都好，还有一点点。待会儿还有小朋友过来吃饭。走。OK。还有啥子？我们就吃个黄焖鸡，解放牛排。还有啥子？还有啥子？你还没请海椒吗？有啊。再半年不就吃了？半年才出来就肚子了。啊，你我单独办个。要办完。我单独办一个嘛。不是，要不然你光知道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人还是有点怕，真的怕的。一起算还是怕的，我现在都怕的，身上肌肉都没得劲。包子，我服气啊，剪了个四川耙耳朵才康复就做饭。没有，孩子们其实早就。大家知道我这次来雅安很久了，一直在家里生病，孩子又想让我带他们去游泳，然后又想我整饭给他们吃，我一直在生病，一直在生病。昨天出了院，就带着两个小屁孩，他们两个就要去游泳去了。今天起来就在家里边做饭嘛，而且他们想吃牛排，你要昨天就把牛排买回来了，昨天就把牛排买回来，说在家里边自己煎牛排，然后今天又有这个不够吃嘛，所以再烧个黄焖鸡，吃一顿少一顿，是的，人都要走，哪有打电话？李文又走了，每个人都要走，所以大家都是吃一顿少。他们那个说什么？在说我视频三高，看我的视频吃一顿少一顿，然后什么什么不健康什么什么的。我给他们回的，我现在回的是这样的：有时候不回他们消息也不行，必须要怼一下，要不然。人家吐槽你，你不怼人家，他没有存在价值。我觉得我现在都是这样的，我说信光哥得永生那是不可能的，人都会死，谁都要死。
早死晚死都要死。正确。哦，兄弟们，今天还有点喜事儿，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，兄弟们。小爱同学，音量30%。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条破亿的视频诞生了，给你们欣赏一下。我也第一次见，兄弟们，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次。1亿播放量的视频诞生了，兄弟们，一条视频播放量1亿。6月25号我发的一条视频，这条视频破亿的播放量了，1亿的播放量的视频就长这个样。截个图，待会儿发个朋友圈。100万到什么？100万不够，一个公司100万够什么？你刷了8000次吗？辛苦了，这么哥，辛苦了。小爱同学，音量60%，要这样子过吗？向云端。小爱同学，向云端。小爱同学，音量80%。小梁还唱歌，肯定唱歌，小梁唱歌好听得很。小鱼多少岁了？你们猜。他拿退休工资了。找着你的旁边，没戏的别再站着，换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越越叫你心情。
单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不是不如你，也许你并没在自己的赛道走，真的很美丽。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？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。这里边烧的是黄焖鸡，现在这里边煮的是素菜，这个是待会儿配牛排的。我放了盐，放了就是一点那个油，给它先焯一下水，焯一下水滴出来，待会儿就淡淡的回锅，来一点胡椒粉和盐，还有玫瑰盐。你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健身的这个，就这个，给它一拌，待会儿配在牛排里，放点黑椒酱 ，OK 了。是的，你在怎么选择？什么？你在哪？山哪？我还好。海啊，带走哀愁，就像。豌豆啊，这个可以不加，但是加了煮趴了，它会吃起来待会儿很好吃。
哦，从味道推荐。几点钟？我说你叔叔啊。别人真的样子，我见过不少次。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。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？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。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，我不过一笑了之。你那蓄谋已久的脸转身离开，你问我的伤我怎么认不出来？我想每一个骗子多少有点自以为是。你那蓄谋已久的重新开始，麻烦请个好一点的电影公司，至少能瞒过我，瞒过下次。要跟风，你在犹豫么子哟？有空的话，喊出我，好久没工作了。把我嘴烦。老子把你喊出来烦我嘞！我也是烦。不管别人。从新情感开始，到今不长难掩饰。你认真的样子，我见过不少次。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。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？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。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，我不过一笑了之。你那蓄谋已久的转身离开，以为我傻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好的，超管，不好意思。自以为是，你那蓄谋已久的重新开始，麻烦请个好一点的电影公司。至少能瞒过我，好的啦，我们得死了。阿妹，他们要过来了，先把素材炒好。刚才听说基本痊愈了，痊愈了，痊愈了，出院了的嘛，昨天出院了，但是人还是有点趴，人还是有点趴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记得手。把土豆和香菇下去，放进去，多烧一会儿，烧趴一点。今天
分量稍微大，我怕人多。今天是中西结合，中西结合，哎呦，中西结合，健身混合调味，这里边就是海盐、胡椒，它是三种胡椒，哦，不是三种胡椒，两种胡椒，红胡椒和黑胡椒，然后还有一个老外用的香料。待会儿放牛排里边的配菜，说不出你婚礼的祝福。
纹身纹身，因为直播不能露纹身。我对你有了这些真意，不愿你偶尔莫名的广播，所以会慢慢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了全部。我对你有了这些真意，才有的记忆日记的加字用不了，我们出去加字啥加字加一次，我得加。啥子加字？好，好正好加。好歪。他妈的，两个盘子洗出来，还要背颜色。想起的也是传奇，手机写完的名字在哭。我可以勉强做主，试图大度，却说不出你的苦。我还不想卖他了。曾经的我们也很羡慕，交换过夜色，笼罩的路。那一刻很高，处在不远，在他们的酒馆停下过脚步。
你先你再给他今天下去吧，挂机吧，挂机了，马上好了。
你爸爸拿着拿着，你想吃啊？啊？你不想吃？我的那个吗？你妈妈做好好吃是吗？啊。做完。你的期末试卷我全部给你那什么，给你拿回来，给你打印拿回来。我要最后一次才认输。拿过啊啊。哎，妈妈，今年你读几年级啊？二年级。二年级，你快点。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啊？考得怎么样？理想吗？不理想。他也是不理想。然后他的数学满分120分，他考82分。消化。他们班里面最高分，数学的最高分只有102分。算了，不是。算了。语文102.5，计算机1.5，101.5，然后数学82分，英语84分。那他们英语，他们数学所有的就是最高分只有105分，然后那个就是所有的同学整体全部下降，然后现在今年正在上面，大年他们数学好，我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他们数学老师有问题？为什么？骂他们温三明香和雅凤鸣，一个都考不上，直接打压他们。都考不上，我们只是想考一个。啊，他们还说人家学习差的，家长就找这个数学老师，就说想咨询一下老师，怎么才能把数学成绩高一点，怎么样？应该这样说嘛。反正就是那种语气，就感觉好像他们班上就是那种数学老师是个高数，都考不上。都是班客。他家里好吗？你说很好啊，二人家长你说家家的情况，我们都做了。OK 了，谁说过没事，我不想买了，我可以奖励一下，你看我想买的你的成绩最高的图，然后就像这个话就要走了，就像这个成绩的保障，他开学是6年级，你写80多写，我英语最差一口的语词80多最差一口的语词，不是九个二还是九个？你快英语了吗？你们要出去玩啊？不香蕊，你看你一年长好高了。没长高。我上周也长了。长高了吗？没长了。我感觉没有了。你现在就长高了。那不上班也长高。嗯。妈妈，你们俩站在这屋子里面，感觉要吃到那个灯笼。啊、感觉突然一下就觉得这个房子好小。好盖哟。有时候可以盖的。没有，它是漏水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上面那淋淋的，它是漏水了，物业还过来整，这是吃嘛？不想吃的，吃了。老师买好久，米饭好了，米饭特别好，米饭特别好。啊，这就你蒸的牛排啊！哈哈。这是80。出来了。80。咱这话就打姑娘啊！你用这个勺子，你把锅都给我刮烂完，刮花完。人家这次不锈钢的是，是那个什么不粘锅是不可以用这铁瓢瓢刮的。他可能忙着。给他用铁丝给你洗的。好烦了。哎，门关着。秦姐。炒锅第一天的时候没买锈条的。
火锅都被他给我刮烂了。OK。他们香的皮爆，兄弟们。来，我过来。啊，没这个味道，不摆了。这种才是大块猪肉，小牛排有什么好吃？哇，干嘛去啊？吃饭，吃饭哦。黄焖鸡，我两分钟一锅。让他打个车就过来了哇！打个车就过来了啊！没人接他们哦。喂，自己打个车还不得人接嘛？就是。再烧一下嘛，你几块啥子？再烧一下嘛。烧趴的。那你去接他嘛。再烧一下，等到他回来吃饭。差不多。没他扛的，扛起。他完没有？拿个牛筋了。就花花回来吃嘛。娃娃姐可以先吃牛排了，我再扔扔扔扔。一二三四五个，专门红吃。这怎么长大了？啊。我前头听见那个一号门子把路变了的。不知道，但是你是不是停在那个车尾停的？天哪！还有个歪歪。大门口啊。大门口对面，对面那些。嫂子好，呀。用餐嫂子问题，王氏先生。公交站往前，拐弯一点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这里没有贴那个啥的。没贴，但是你下次你可以把它转过来，就是转过来停在这边的。我晓得你知道，我给你发一个。这样定位停一个那边，定不到这边，定不到二号门。再等会儿，黄焖鸡再焖一会儿，不给我趴。黄焖鸡、米饭。一个月没见你，你就对我这个待遇？那不然呢？我不听他家的说。这个是枪总的大女儿。好吧，我要搬回主校区了，所以可能得借用一下。心里不服啊，要不要我找个搬家公司？不用，这是烂鸡教室。那我记得还有两个小屁孩，还有个老二。以后你可以顺便接你妹放学。我都上大学了，不带小孩。我也不要。随便老板，今天下午可以借用你的车，然后顺便把这个行李一起送回去吗？赖没钱？怎么行？他们两位行，我忍了。两个小屁孩跑了。那刚说了。这边。楼下停着迈巴赫吗？肯定啊。枪总有几个车？有一个迈巴赫。有一个路虎。还有一个叫什么？那个皮卡车叫猛禽。没有。你们四个可以太油了吗？油好，我这个人就大油。这枪公子。现在就等了。还没趴，兄弟们，还没趴，还没烂，这个一定要烂才好吃。不是，他不是方案在东兴那么难，他根本就搬不了，而且我也不让他搁着碰着。先把婚定了，200万，200万，少了200万不干。几十个平方，我这个房子70多个平方。你家
不贴饼，不贴饼子，现在就是要收汁儿，汁儿太多了。黄焖鸡米饭啊，黄焖鸡啊，今天做的。我要做一个盘子。没有盘子。那你小不小？不小。不小。吃了，夏天白天都还好，主要就是下午。没有化妆，白天就是那个大概12点钟之前，这屋子里都很阴凉，全是阴凉。然后到那个晚上下午4点钟以后，太阳从那个玻璃边照进来，开始热。你这个有头吗？我给你。早上不晒，早上在那边。这个是西晒。冬天这个阳台上一点阳光没有。夏天啊，就照到这沙发上了。西晒，然后夏天就是包一种夏布。那么，是啥呀？吃牛排了，快点。用筷子。筷子，他没有筷子。哦。那煮糊了。煮糊了没有？剪刀Thank you.
看他说，你要辅导给说我的。没嘛，没得咯。没看，他不是来看我都喊他们不要看，我都把菜来给他嘛。哦，是那样，他只看他三天就，做的，他打电话不接，然后他好像很有钱嘛，很矫情说的。不叫咋的，你这忙得很，你这我说你开啥忙？昨天我给江哥打电话也是，他说等等还说要来看他，我说看他都已经出院，他说哎已经出院了，他说喊他等等还没来看他，喊他又滚回去，我说这咋滚回去？昨天出院，昨天倒是把爷妈子找着了，哦，他也找的财猫，没有，他们都没有。哎，你不是那的？产妇去找去，这个咋的？不是，我是那个昨天晚上吃饭，我已经吃完了。黄焖鸡米饭。不是，我吃了。你吃啥东西？你吃啥？你妈那边还有吃吗？吃的可以了，没吃完。我不吃呀，你就吃了。我先吃啊。九栋五二楼。九号。我
啊，知道了。所以他不仅爱唱歌，也爱胡歌，爱胡歌。讲话跟唱歌反差太大了，说话都破功。这是你买的票？没买票是吧？没买，没买，人家补一下啊！我那时候还买了这票。Thank you.
好了，兄弟，走。来了朋友来看看我，解闷儿。酒吧老板娘，哪天带你们去他酒吧，开酒吧的。啊，知道我生病了，我看我。你那边儿哟。我还得昌总，昌总还没过来，昌总还在办事，等一下他们抽烟。Thank you.
见女孩让这个玩意儿给你骗了，欺不见女孩让这个玩意儿给你骗了。哎，干嘛呀？我起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他给你的公司的不行，那么这样不行，你看他说那是烂高兴的呀。我昨天我说了那只是错误，最高分儿低的，买这120分儿，最高分儿低的，然后就花时间了。
去说话说的。我就在里。新冠白费，啊，咋把费都给我少打一半？你不回来看哈你哥？恢复，都才出院啊，昨天才出院。恢复的好，恢复好，但我还是趴的。我坐一会儿，等他回来。那我不是他们今天刚。啊！黄焖鸡腿不？不要。直接吃。好。好吃不？来。啊。这里是金色的。我都开始直播了。好。能长不出皮。来吧。喝不了，口风哥，不能喝酒，我今天都趴得很。你不是就在那儿吗？今天都趴得很，好点没有？好点了，出院了的嘛。趴，人趴，今天明显感觉趴。你看我刚才起来这儿整饭，整了一会儿。我现在都感觉人都是整个人都趴的。那你去床上躺一会儿啊。躺着老婆给你哭。快过。那你去沙发上趴吧。一孩子不适应老师教学方法，老师比较凶，且有打骂学生的现象，比如什么什么啊。然后二，经常打击学孩子自信心，比如长发。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学生，你们班没有一个能考上亚中的。给你们讲了也不懂，这是大病之后，就是语言挂在嘴边，身体又老了，瘦了，然后学生整体明显消瘦了。本期末考试全班平均分只有87分，然后110分以下，我今天110分，其实早上起来我状态都不错，100到110。你看今天早上起来，我10点多起来就开播，就开始准备整饭，但是我整了，我就感觉我现在好胖，整个人都是昏的。就有点昏沉的。外卖走。啊，不走外卖回来。那个激素药也有。这样要今天大家接龙，参与学校里的。肚子也瘦，肚子还是不能瘦。去的就去，不能去的也没有。肚子还是这么多瘦。反正这是因为现在是毕业班，对，现在是毕业班，而且这一学期是非常重要。瘦了几斤？撑了。你要说。175，瘦了5斤。作为一个老师，连最起码的师风师德都没有，这样长期的差不多，根本就没用了。我跟你说，小黄，这个是那个邱梦茹她妈妈的，不认识吗？我邱梦茹她妈妈那天，她经常打骂。我回去要拍摄的第一期素材我都想好了。不是早点的，不是早点。就是叫什么杨康，我买了。我买了一根鹿鞭，买了一根马鞭，买了一根牛鞭，三鞭，我准备回去用三个鞭煲一个汤，煲一个药。还有一个普通的。我都已经买。老师没有把学生的提上去的信心。没了都，输激素药都输的都没了。没如何提升学生的实际和方式方法，完全一副不管不问的态度。
哎，还是把葡萄给我拿就走了。你要这些，你要这些。谁把葡萄给我拿就走了？人家还是有那个什么，人家还是肯定是。葡萄。油坏了。要不然人家可能就在我做出来的。不要说，不是老师的问题，就不可能有大把的这些全班的家长都有一眼，知道不？也不会有学生中级家长啊。而且少了点盐巴的味道，真的不入味儿。而且是那个是，真的，最后这些个脸他们摆很差。不然你点你。我手机呢？不晓得，那儿。这老师怎么修的？就是年龄那么大了。大病归来嘛，阳康归来。正好阳了嘛，人家不说阳了吗？阳了，我要真阳了。小点声音，声音电视机的声音太大了，调到十四。我们没说话。他唱歌肯定要更快。编舞啊，纯的编舞。都不求得了，你还不编舞？他好好，教育学期了子，一年，是不是可以？嗯。教一年了，班上的是教一年了。哦，哎，不晓得，你们庞老师教你们多久了？今天。一年了吧？他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吧？好钱就。五年级来的。五年级来的。你这卖多少钱的？十块吧，十块钱一斤，还好吃的。人家最后一点了，还好吃。人家卖15块钱一斤的，最后一点了。刚好我又很晚从那边过来，人家要收摊了，才10块钱一斤。有的同志，那拼到一上去，给我上次拼到要的喜欢吃葡萄，我上次拼到去的是枝子。葡萄梨子。梨子我没想，真有没得梨子，我就疯狂吃。哦，欢迎鱼头哥，鱼头哥好久不见。今天还说发个朋友圈儿，他们从昨天晚上我都到12:30才睡觉，在这里面看他们说啥子，知道不？我都到12:30，今天早上多早就当出来了。没有，这是发个朋友圈儿，朋友们才建的群啊。把你们家长哪点呢？你说家长这样吧，就是你说你搞个什么的？我的废片。就是大家，而且大家中午好，兄弟们，中午好。对，他是，但是还是晓得这双，他晓得这件事情。他可能长得，我给你们光照。已经班主任说他核实一下。班主任直接到那个。其实你们班那个直接到那个就是啥子？学校那儿的班。他们就是现在在统计人数嘛，然后大家一起到学校里面去直接找校长。啊。当时，那他提了头发，他那个他做事他不说呗？说了，他妈妈已经告到教育局了，是吧？一个小目标的事情。他妈就应该晓得这个名称了。他本来他也教书的，就是吧？一个小目标的视频，
该怎么起标题呢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小目标。小目标就是一个月噻。哎呀，原来的那个李老师在，李老师从他又咋过来的？我说，人家那个李老师的编制本来就在六校，到这边来只是借用一下而已，结果借用完了之后就还回去了。谁的老师？然后去那边他们就在说，借用也要等用完了再还回去吧，半截就给要回去了，哪有这样子？不是，他是从一年级就过来了，他先教三班，所以说以前是教你们，教到二年级还是二年级，然后我们院那个李老师怀孕。他就转我们班来了，那教五十年级，教五十年级了，他就考六教去了。原来长这么好看。不一定，老教师了。老教不是，起码不会教他们班噻，你再教肯定大家不得干。我用他再教，不上他不上。家长制度啊，就是他，大家不去。看一下你的英语作业。你干啥呢？看。我看你这个不叫事，你好。说实话一下。不想说，该放假你不要到我们这样。还没有把这个的，我，你往我那边人谈的好好补好。我就打个工。不。我的有史以来第一个视频，一个亿播放量，一个亿，一个亿，兄弟！感谢送的小礼物，哦，感谢我可风哥送的钻戒，我再发个朋友圈。谢谢我可风哥的飞机，感谢可风大哥，谢谢可风哥，组织大家一起去。找学校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可风哥，谢谢可风哥的飞机，感谢我可风哥的钻戒，谢谢可风哥的支持。但是有很多好像还可风哥比星星，感谢我可风哥的支持。我等枪总，洋炮枪当当当，枪总，纸牌大哥，纸牌大哥说要过来吃饭，就过来，我等着他一起吃。谁过来？我抢不到枪人，是这个大家签名，你们来不得我签名。不是吗？他们如果在家都过来，那要养俺的东西，没有养俺要去签名，你家长马上就去。这个人。搜一搜嘛，不用搜。妈，一家人又不是外人。那你跟你们同学之间有没有聊这个事情啊？还没有聊啊？聊了。他打过你吗？没有。他打过你我从小。他是要单子吃过。对，打了吃过。不要的。吃过的每天他最厉害了，上课。我真的。不是耍，就是东西，不是解嘴，就是耍。然后跟你打。现在本来就不可以耍，就是没有权利打。我们读书他们都不敢打。我说他要是，啊，你拿你秘密干嘛？我说他要敢打你的话，我直接冲进去找他。把你那期末卷子再做呀，那就好。我说，因为你这牙齿，你再那个什么，再吃多吃点糖葫芦，那什么，全部两个动作，一咧嘴一笑，两个黑色的动作，愁死了。哎，王晶说老实话，在我们接过来再来吃饭。啊，一点半就来，他就。如果一点半没回来，没给我们打电话，就我们就先吃。现在没一点半。我把你吃了。等会儿他突然要过来，要等他，反正他小气的，他小气的，他心眼小的，保证我在这儿生气，他就快走进去，让他看。好。人家来，结果我们先吃了也不安逸。
天吃九碗，明天吃九碗，后天可能可以回龙宫了。老王他们也出来了，老王他们看明天，明天还拉买东西回去。下午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，下午就可以想去逛逛一下那个市场。明天就可以让老王水果市场到处去逛。明天吃九碗，那到处就逛。啊，明天中午吃，吃完下午你们有没有，晚上就可以走。啊。吃了酒碗我们就买东西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回龙东了。明天回龙东上班了，兄弟们，骑我的小黄车了。过几天再回来，给你过生日的时候再回来。好，爸爸要过生日了，你有没有表示啊？好好学习就是对我最大的表示。那肯定噻，那我就这点要求，没有别的要求。你包子给我换手机了，换了，昨天刚买了一个。昨天给包子给我买了个手机，不，主要是生病了，把钱又多花了些东西，要不然买个好一点。这个也不赖了，这个也10000多了。哥哥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不是觉醒了？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次你照顾的还可以？害怕没有啊，看到了旁边的那种的凄惨，害怕以后我对你不好，然后再给我买了一个这么的手机。没有，我只是生病是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就是本来就打算这次中秋节回来了就给包子买一个好一点的手机，结果我生病了就一直住院，然后又花了不少钱。这个手机10000多一点，本来是想买个给他买个14000的，但是把钱花了，生病多花了几千块钱，就买了一个稍微就是内存没那么多的，11000吧，不是在某音部播啊，不在某音播，某音播没意思。抖音是个搞钱的地方，不是直播的地方。为什么要买呢？直接广告接你用？广告那些都是广告商的，那个和我们用的不一样。就我的那些都是模型机，广告商那些人家那是都商务用的。1T 版本不够，1T 版本要14000多。我们之前买了一个工作室拍摄用的，就是1T 的，就是14000多。我本来也是准备给包总买个14000多的，结果我不是生病嘛，不是花了几大，花了一些钱嘛。这个买加保险，这个是9800的，9800，然后优惠了1000块钱，然后1000多块钱的保险，反正算下来就是10000多一点。这14 Pro Max， 苹果14 Pro Max， 对，用水果手机了。昨天刚刚买的，本来是这次我是准备，不是这个中秋节出来嘛，就给包租婆买一个，到端午节就给包租婆买个新手机。结果我出来就生病了，就一直住院。昨天出院了，我就带着包子婆去把手机给他们。他之前那个手机用了3-4年了，拔到嘴巴。不想买吗？苹果其实我也用不习惯，真的，苹果手机我也用不习惯。我自己用的是华为，但是性能是真的没话说。我兄弟们，我觉得。手机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？你看我们做直播的嘛，我们也经常用手机，这么多年直播这么多年，用了苹果、三星、华为这几个机器我们都用了，而且买的时候都还买的比较好的。但说实话，性能最好的是真的是苹果，然后是三星，最后才是华为。
考虑出来的机会吧。是真。用的话我用不来，苹果系统用不来，我的这个啵啵怎么按我都不晓得。我现在直播用的就是苹果嘛，现在直播这个用的也是苹果，然后自己用的就用的是华为。直播还是用苹果三星，画面清晰，是的，而且比较稳定，流畅度稳定，色彩这些。本来说今年把账还了，然后给包子婆买个车，包子婆说算了，车就算了。他说他的手机用了好多年了，真的好卡，想换一个。我最近是有一笔款子回来，我最近回来了一笔款子，我就准备给包子婆买手机。谁知道，我就说人不能有钱，人兜里边没钱的时候啥事儿也没，一有钱啥事儿来了。你看我的卡钱一到位马上生病，一生病就干了一万多。我生病花了八千多你买10000多的药甩没？算了。哦，9000块钱，生病花了9000多，差不多10000。我生病花了9000多，报销报了3000多。呵呵，人不能比，对，不能生比。我就说妈的，报完账是9000多哦。报完账九千多。对，报完账9000多。那你是花了10000多嘛？相当于是。啊，10000多，报完账9000多。哦，报完账9000多，花了10000多，生病花了10000多。我没吃辉瑞，我吃的国产的，必要。肯定要吃的，新冠白肺怎么可能不吃呢？还输了激素，说我真阳了，我说那个东西真的影响功能，我都没了，这几天了就是。真的不是他们在网上说的，说是真影响那个功能，根本就没反应。你想嘛，就天天输激素7-8瓶儿，每天输液输的都是激素药。我第一天入院的时候输的是5瓶激素，当时医生就说了，你这个药量今天先给你输就全部输的激素，明天药量可能还要加大。第二天就输了10瓶。切了吧，这还有啥切啊，这反正就那点掉在这儿。就像葡萄干一样，听说买水果了，买了，这儿昨天买的苹果14 Pro Max 10000多一点。电话来了，你的手机要没电了。7月份还没，和几月份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是就是想买一个，和多少钱、什么时间、什么型号都没关系。好，不差钱啊，我们7月份啥时候买水果？那是你们嘛，我们一辈子就可能不是一辈子，几年了才买这一个，不存在这些。我昨天去买的时候，直接我去柜台，我说有没有现货，他说有，我说买一个，那服务员都就盯着就拉货了，然后就扫码了。包子，我表现讲你一个，不是讲，就早就想着要给他买了，就早就想着要买了。对呀，姐，那个马上收地膜了。包子婆就一直想换手机，早就想换了，没钱。我是最近回来了一笔钱。你那个什么，在门口再看着看一下，他们万一他们找到。本来就是打算就过节，就中秋节下来我就给他买个新手机，买个好的。结果我爸的就刚刚就还没买手机这事儿就住院了就。昨天出院了，我就带着包子婆去把手机给他买。
小一点好用。我刚买不到，他那男这个包都会手机用了30年了，有可能。只是把档次降了一坎，我本来是想买一个最好的，但是我那边住院花了10000多，就买了一个稍微差一点，内存少一点。昨天买手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在群里面讨论理解这机械的时候。200多个G，不是200多个G，200多M，M B。好了，出院了，昨天出院了，这个身上还趴得很。不打不打，恢复得好，恢复得好。没有，我都没给屋头说，我他们都不晓得我生病，都不晓得我咋。谁哦？是呢。哦。他们咋都不晓得，天天打。咋不买皮华为不好用，华为不好用。支持国产买华为没问题，我自己用的就是华为，我自己用的就是华为。但是说实话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说过也不好。大家想买华为就买，我自己用的也华为。但我感觉像咱们现在中国这个手机这个东西该怎么说呢，不好说。我自己这个我用的是 P30 P40， 我这个手机买是6000多，华为 P50 是有一 T 的，我买了。我打算本来一开始我就想买一 T 的，我们现在工作室就有一个一 T 的嘛。我之前不是之前，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刚买了一个，也是一个苹果14 Pro Max， 就是最大内存一 T 的那个，14000多买的。他们养猪场现在就用的那个手机拍的，颜色还没调合适。现在养猪场拍的视频用的就是那个。就是用的1T的那个苹果手机拍的，苹果7000多性能吊打华为。对，有的东西不好说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支持国货，这没毛病，我也支持国货。但是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嘛，我当6-7年主播了，我们用手机用的也多。你看这么多年，苹果、三星、华为、小米我们都用过，但说实话，性价比最好的还是苹果、三星。关键是要好用，知道吧？好，欢迎我南哥，南哥好久不见，南哥，南哥我差点没了，南哥，差点你就见不到我。好久回龙东了，我们在那里明天要吃9碗，应该后天回吧，后天回。爷爷这样跟南哥说，他说南哥这不在吗？阿美在啊，出院了，昨天出院了，差点嗝屁了，肺白了一半，差点嘎了，真的差点嘎了，这是。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，我的肺都白了一半了。气儿都喘不过来，恢复的快。恢复趴，趴的，人都是趴的，现在都趴的。今天本来早上起来都感觉心情不错，一把饭整了以后，整个人又蔫了。阳了，对，阳了。
欢迎陈哥，陈哥好。好了嘛，好了嘛，出院了，昨天出的院。啊，这芒果你们也不吃？放点儿，放点儿，我等下晚上递。这两个烂的不行。麻烦没了，不要通知我，要必须通知。人生就这几件事情，红白喜事。那要忙三天，该忙还得忙。龙龙的大头又拆了哈、啊。借口罩，借口罩是什么？戴必须没有必须戴口罩，不需要。这个看个人恢复的，白费是看个人恢复。说实话，我是已经恢复的蛮好的，医生都说我恢复的好，恢复的快。但是我现在浑身还是怕，说实话还是怕的很。光头咋了？我病了，都好球了，都好球。我看到把成那个疯狂跑。两只小蝴蝶。有点身材。这么热在家跑。月亮长。有点身材。你咋个说的呀？能咋能把这说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说长一点？完全康复了，这个康复肯定还需要时间。这个只是我现在只是阴了嘛，现在医院就是看着就是我肺病变的地方已经恢复90%了，90%以上，还有白的地方，然后已经没有阳，就是阳了，就是阴嘛，我现在阴性嘛。继续嗨，继续嗨，必须嗨了。白费了，对，白费了。王老师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病好了，兄弟，病好了又是条好汉，过两天就回陇东了，接着我的使命，兄弟们，接着回去当我的孤独的美食咖。下面是不是不能吃？什么叫下面不能吃？什么叫下面不能吃？第一次嘛，我第一次应该是中标了，但我第一次的话是没有什么症状，这次是直接就搂成白费了，就整胸去了。美颜自带的嘛，苹果手机自带的，最近是真的补白了。包总我都说妈的，我都不要五成小白脸了，说我最近。脚都变白了。阿珍说有个这个水果，你给李姐打视频，她都看不见。水果？啥子水果？说给你买了新手机，我给李姐打视频，你都看不见，她肯定看不见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买手机的时候，群里面讨论李姐是最激烈的时候，然后我大概的看了一下，他们说，就说为什么我有那么大度。然后那个就是说理解关心光头啊，怎么怎么样啊，在那说。然后我当时手机在旁边，在让那个服务员在导数据。然后我没有拿手机，我好想给你们回一个，就是光头正在买新手机 ，F 情绪。后路可以考虑考虑了。哎，早上他们不管吃饭的。他家说1:30不管，他你们自己吃了。你打电话问问他。他们也正常。我咋晓得？一棵树上吊死划不来。南哥咋个着？走的时候也要整点礼钱嘛。
我赶出去那么多礼钱，我是不是要整点回来？没接哦，谁不接？然后啊，你他肯定在忙。打湿没有？衣服打湿没有？没有打湿。哦。裤子也没打湿。嗯，没打湿。鞋子打湿。哦，没事儿，那没事儿。鞋跟打湿。你的鞋子也打湿啦？肯定啊。我想买，你去把你的那个衣服换一下，试一下，我看看喂。比你这个衣服好看多了。不能对着脸。我觉得还是不联系的好，这样两边家庭都有矛盾。不是鲁蛋主动联系，那边主动联系过来的呀。鲁蛋，你要回去带团队，拜拜各路神仙，多灾多难的。嗯、太难了，兰哥。你啥都没挨罚喽。吃饭吃饭，哎呀，不等了，这枪总用的。我等饿了。他说不等他了。对，麻子才该找找先生。谁又联系卤蛋了？李姐啊。麻子是谁？麻子就是麻子。你们看的什么啊？《地心历险记二》。你们可以看那个《星球崛起三》，吴强队还有点好看。我那个我没看。啊？筷子队啊。带筷子，我这边都收拾完了。我也要吃我，哎，我刚才都没咋吃，我不吃米饭，我要吃点菜就行了。筷子和碗，有点旧情复发了，有点想发。刚刚点燃一点小冒了点烟烟，我又把它给掐灭了。吃饭，吃饭。吃饭啊，整一口整一口，整不得。南哥现在整不得。吃不得久，南哥。嫂子，你没有前男友吗？有啊。我比较遵从负责，完了就是完了，就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他毛线前男友，他十七岁就认识我了，他什么前男友？啊，他十七岁就认识我了，还前男友，他毛男友？肺坏了又不是肝儿，啥整不得的。哎，吃烟我又还没好。可能要八号九号才回来，他要八号九号才回来，你等他回来孩子，啊？7月21号到23号游戏，28到30号转转，这两条广告不变。那我跟他说我不等你，我先回去。你不用回去。我带五只手，你十几岁能？你十几岁都能谈好多个，咋包括不能有前男友？你
你直接说没有联系方式好。我也没谈好过，就是我也正常的就谈了五六个、六七个女朋友。五六个、六七个、七八个、八九个、十来个。那样不行，那样不行。你之前跟有的就交往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。两点钟吧。你这五在这玩儿，他下午他们要出去弄工作，他们要亲自做这个工作，弄个娃娃。哦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天天就是，天天过来。好。我今天要收拾好东西。我们这屋都该收拾了。好久没收拾，住院我就没收拾。这个多好看呀！三个，《地心历险记二》。那天你在街上看到我前女友，不要瞎说扯扯皮，是我前女友，哪来的前女友？没得前女友。你不咋说了？和李姐汇报没有？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有家庭嘛。我现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但是我是不想去，就是影响别人的家庭。我毕竟男方和女方不一样，就打个比方，可能大家在这聊理解，可能我们家没什么，包括我可能没什么，但我在聊理解的时候，就是对方的人家男方可能心里边，就打个比方，有人在，有一个男的整天在聊包租婆，聊我媳妇儿，我心里边肯定会不开心，那是因为聊的是男的嘛，聊的是我，那我。觉得没什么。那如果说整天有一个人在聊包租婆和别的男人，而且本来就有那么一回事儿，以前是不是？那肯定会影响这个家庭的和睦的。我一直觉得，我跟你说，想留的留不住嘞，想走的。不想走的赶都赶不及走，对吧，光哥？你想走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我不想走，我顶多到陇东，对不对？一个男人出去吃快餐，十分钟他就能搞定，别说十分钟，可能三分钟就完了。你怎么逮得住他？兄弟们，老师交代你们谁三分钟？你老师交代你们谁三分钟？妈妈昨天买面包来，不管是暗示还是实锤，妈妈，你们有几个超过三分钟的？你们都是吹牛皮，估计你们。啊被王欣欣娘娘吃了，等会儿晚上我再去给你买，好，我们再去超市去买。不玩玩。好，先吃饭吧。把饭吃了吗？下午我再去给你买吧，好不好？吃饭。啊？咱们俩走路就想去家了。男人要想走，还怕没有家吗？随便哪个女的家都能住几天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
反正还能吃点儿，后两口子吃长的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哪天我要把这个它烂了的那一块牙齿，我要给它补。吃点东西，它就要塞一下，它就要塞一下。我一直在等枪总。它掉了一块的牙齿。他一直没过来。我先吃了。这不补了块先了。不啊，那个西西话不错。我说，我家那个那个牙医也还可以。喂喂，唯美牙医。放假了，他们考完试放假了。他上次给我拔那个金牛牙，别人都是吭哧吭哧使劲那什么，而且把它钻烂了给我拔出来，他整个的给我拔出来，而且还没有使劲，都不疼。他打还而且他打麻药的时候，别人这一个针都我们都疼得不得了，他打麻药不疼。技术还是很好。我哪里有个表姐？魏美雅于背后的。魏美雅于我的表姐。什么银口腔啊？是啥都？妈妈，你给设了密码。那本来就有密码呀，没有密码刷脸也可以。不会，那是我以前嘛，那是以前不懂事儿。妈妈，啊，车过来。一二三四。但是这些都是回忆嘛，一辈子的回忆。今天是这么好吃的，他几个小片还不吃是吗？有巨蛋必有巨妈。啥时候更新视频啊？该更新就更新呗。最近我生病了，休息了半个月了，还没完全恢复，回去还要拍摄一大堆事儿，还有几条商务还没做。妈妈，你腾讯都没得呀？没得。连爱奇艺是个可怕。我看过。嗯。再进去，洗衣服。哦，好恶心啊！喵喵节奏，还行咯。还有那个洗大洗，工作上。好。慢着，你那个不小心整到他就要钱。过之游戏，休闲游戏。他现在啥都不用，有啥用？啊，水果嘞。他今天把水放多了。嗯。二项保湿是可以。摄像头好用不？好用，看得到。看不到，我们这个没有摄像头。有。没得。有。他是说可以照那个什么，他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摄像头，这个没有摄像头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扫描那个什么感应器。我们这个没有摄像头。你买个四五千、五六千块钱的才有摄像头功能。
们合适不嘛？我说兄弟们，三碗饭。嗯。阿妹三碗饭，兄弟，这是他锅子，三小碗。饭量大分，看你吃饭啊！哎，这是才的十几位菜。我要黄焖鸡米饭。快点，黄焖鸡米饭。黄焖鸡米饭。娘，他们你给我吃。谁在那娘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去吃的啥子？白水煮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们要快过来吃饭，还多哦，家里做起你们的饭嘞。嗯。好。小声点嘛，你影响人家听听。来，来吃饭。最近雅安这边查的凶狠，你们听懂了没有？开哦开哦，
吴小满。阿妹吃饱了，准备。阿妹，我吃饭还是那么浪灾，兄弟们。等会儿你要是出去，下午要是出去的话，还是把 T 恤换一件啊。嗯。感谢送的鱼丸，谢谢谢谢谢谢送的。吃饭还是这么吃的，兄弟们，吃了三碗饭。他们都吃过了呀，都吃过了，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吃饭，在家里边吃饭，小屁孩们都吃完了，小屁孩们都吃完了。哎，今天没事儿干，下午待会儿看枪总有没有什么安排，下午和枪总一块儿。肯定不做二十，要吃也要吃，也要保守，这是做人的原则，我做人的原则，要胀死都不能饿死。阿妹舒服了，但是今天这个饭是真好吃，真的兄弟，今天小鱼做的这个青椒，就辣椒凉拌的这个开胃啊，夏天。再加上我今天做的黄焖鸡，哇，那个本来就下饭神器。你在这儿做了炒蛇？炒蛇是什么？你这是炒蛇还是炒啥的？炒蛇？炒什么蛇？就是那炒那长长的。炒蛇。那个什么？那个叫芝士，那不炒蛇？芝士。还会跳啊！啊。这个白水还吹，抽啊！别人不能抽，黄师傅就一定要抽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炒蛇，他们在看我视频，他们在看我炒芝士，芝士玉米，说我炒蛇。下午来总给李姐打个视频，你们在旁边。蓝总给李姐煲过鸡汤什么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当时我记得天麻麻亮，我们还烧蜂窝煤在那儿发火，那真是好兄弟，那真的是好兄弟，真的是好。枪总是我们兄弟几个陇东的兄弟几个80后，小时候家庭条件最差的，但是是后边也是最努力的，而且也是逆袭了。啊，当保安、修车、车螺丝这些都干。现在在成都买上别墅了，还是牛皮，真的牛皮。
利息，利息。强总那个时候当保安，一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，每个月还要给他爸爸几百块钱生活费，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，也没有收入，又有病，还是反正很牛皮的。玩也可以吗？去找吗？哎呀，这日子！你也没吃啊？哎，这10点钟起来整饭，东搞西搞整来吃了2点。每天的日子就这样就过着过着。下火锅吧，下火锅。下午有好玩的，我就给你们开播。下午如果看枪总那边下午有，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安排？有好玩的，我们就开开播玩了。下午没什么好玩的，我就不播了。下播休息，浑身趴得很，躺会儿吃，吃了就睡，睡了就。兄弟们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，休息休息。